大家，我是 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我好高兴我们今天有白字故事可以看。好，我们就不浪费时间，直接来看的哈。它叫做 Marrakesh。Marrakesh 事实上是摩洛哥的一个都市，所以它用摩洛哥都市来当做它的这个故事的名称。先读完给你听。这故事真的很好，我好喜欢。来，我们就读下去哦。Rosemary, mint, and donkey dung, perfume the hot, dry air. Hawkers croon siren songs as I meander crowded alleys, ignoring patterned baskets, sidestepping the slippery fabrics of women's jalabas. 对不起哦，这个字有点发音不是很准，或者是不太知道怎么念。Stopping once to run indifferent fingers over dye-soaked rugs.I came to Morocco against my will because he was bored with Italy, needed something less civilized, less European. I told him I wouldn't go and woke to an empty bed. The soft amorphi light turned cold. Waves smashed against rocks. I followed him to the ancient place, to this ancient place. Now I'm alone because it wasn't Positano. 对不起哦，地名我都念得不太顺。Because it wasn't Positano he'd grown tired of, but me. 好，结束了。练得 不好，说真的，因为蛮多字是对我来说一些地名或之类的还蛮陌生的，所以你就知道我的英文说真的也有些地方还是需要加强的。不过我实在已经也够好到可以教你就是了啦。好，所以我们就来看下去。Rosemary, mint, and donkey dung perfume the hot, dry air.我还是想强调，一般写作来说还是主词动词的，所以我还是会试着在一个句子里找主词动词，但并不是说真的一定有，真的不是一定有，因为有的时候这种短字啊、短篇的写作有的时候是没有的，但这句有，而且这句的动词用的非常的生动，我必须说。好，先看 rosemary 是什么 ，rosemary 就是那个迷迭香啊 ，OK， 所以迷迭香，那 mint 我就不标示了 ，mint 就是那个薄荷，好，迷迭香、薄荷以及 donkey dung。什么是 donkey dung？ 驴子的粪便啊，好酷哦！所以这三个东西 ，perfume the hot dry air， 它竟然用 perfume 当成动词，哎，太屌了吧 ！perfume 原来说香水，所以这三个东西啊，像香水般的就弥漫了整个这边的又热又干的空气。好，用的动词非常的巧妙。所以这三个东西 ，perfume the hot dry air。第二句。Hawkers croon siren songs as I meander crowded alleys, ignoring patterned baskets, sidestepping the slippery fabrics of women's jalabas. 我每次在这个都卡住。Stopping, 对不起 once to run indifferent fingers over dye-soaked rocks. 这句话比较长，这边是这个句点，这样子。所以主词是 hawkers. Hawkers 是什么？小贩 ，hawker. 一般来说 ，hawk 这个字是老鹰。那加个 er 变小贩的意思很酷，我知道这个字我们台湾是不教的，我们小贩只会教什么什么 street vendor 啦，有没有？或者是 food stand 就是卖食物的，有没有 ？OK， stall 这个字 ，right night market stall 都有可能是我们讲说那种摊贩之类的意思。好，anyway， 这里知道 hawker 是小贩，那动词就是 croon 这个字 ，c r o o n， 我记得我们在。某一集里面曾经讲过 crooner 这个字，就是那一种唱低音的男生或之类的。好，总之啊，所以小贩们就轻哼着 siren songs。siren 是什么 ？siren 是那个希腊神话里面的那个塞壬女神哦，也就是 Starbucks 的那个 logo。你想说那不是一个美人鱼吗 ？No， 它其实是他们讲的那个希腊神话那个啊会叫很大声的一个哦，很大很会呼叫的那个女妖哈，好像也不能叫女神，那女妖塞壬女妖。那今日的用法 ，siren 可以用在警车或者是救护车上面，哦咦，我们就叫它 siren， OK siren。好，所以这边的 hawker 他们就在 croon 着，轻声哼着的一些 siren songs。那而同一时间 ，as I， 所以连接词，当我干嘛呢？这里有个词叫做 meander， 你可能会把这个字念成 meander， 我自己也有一段时间念错，念成 meander， 后来才知道不对的，念错了。它的发音是 meander， 那它的中文就是这个蜿蜒的，就弯弯曲曲的走着，一条路不直，就 meandering road 可以当形容词，所以他就好，小贩在那边叫着，而当他呢，他就那 meander 是什么？就刚刚讲这个蜿蜒嘛，所以他蜿蜒走着，走在这一个塞满人的 alley，
巷子里面。逗点后他用了 ing ing ing， 目的是因为这是分词构句，所以在他走着这个 meander crowded alley 的时候呢，他还同一时间做着下面这件事，下面这件事，下面这件事，所以这个写作好写得非常好。所以他ignoring 着，所以忽视着 patterned baskets， 所以你知道那个市集里面嘛，卖着一些有花纹的一些篮子，好酷哦。第二个 sidestepping， 什么是 sidestep？ 就是侧走，侧向走。你知道走一走走走啊，前面有人挡住，然后你就啊侧一步啊侧一步侧一步 sidestepping， 好生动哦。所以 sidestepping 什么东西呢 ？The slippery fabrics of women's jalabas， 这个所以 sidestepping 这个滑滑的那一些 fabric 是布料，所以女人的 jalabas 的布料的滑滑的布料，所以她 sidestepping 这些东西，因为怕踩到，对不对 ？Right？ 那什么是 jalaba？ 好，北非的，因为 Morocco 在北非，北非的传统服饰，这就叫做 jalaba。如果我念错，请你纠正我，因为我不知道 DJ 开头要怎么念啊，说真的。好，所以在 sidestep 这些女人的 jalaba。逗点后又再一个 stopping ones to run in different fingers over dye soaked rocks。 你可能会说啊，文法家来了，这第三个而且最后一个，然后就句点了，为什么这里没有 and 啊？不要管那么多了，人家写作嘛。 OK， 好，应该是 A 逗点 B 逗点 and C， 我懂，可是有的时候他们就故意写这样子。好，所以他只有曾经一度停下来过 stopping ones 来干嘛呢？ run in different fingers，所以 run 他的 finger， 所以他的手啊就给他摸过去，就是 run 你的 finger over 什么东西。但他还想强调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indifferent， indifferent 就是漠不关心的。所以他也就只是啊没什么感觉的去摸了一下他所经过的这个产品这样子。那这个产品就是 dye soaked rugs， rug 是地毯，而 rug 是那一种一片片的，一片片的。那什么是 dye？ dye 是染料，那 soak 是浸泡，所以这个 rug 是经过染料泡过的。那他就用他的手来 run over 他一下，摸过他一下。但事实上他有没有想买？完全没有，因为他的手指头是 indifferent， 听懂意思哈？所以很冷漠的，没想什么的，就摸了一下下旁边的这个染色的地毯。这就是他的状态，他在市集里逛着，你很有画面。下一句就开始说了，为什么他在这里 ？I came to Morocco against my will。所以 ，if you do something against your will， 也就是你事实上是并没有意愿做这件事情。against 就是跟着对干嘛？那你的 will 就是你的意愿，所以你没有意愿做这件事情，就是 you do this against your will。好，听懂哈？好，所以他来了这个摩洛哥是没有意愿来的 ，because he was bored with Italy， 因为他觉得意大利无聊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这里是男生女生，至少我们从这种，我们先不要讲这个性别多元的概念，我们就讲这是一对男女就好了。好，因为他，我这个猜测也是不对的。说真的，如果今天这个主角是两个男生，那也一点都没错。我们其实完全无法辨别写的人是性别是什么。说真的，好 ，because he was bored with Lita， 因为他对意大利感到无聊，他需要着比较没有文明的。比较没那么欧洲的一个地方 ，needed something less civilized, less European. Cool. 那他就跟他说：“我不去哦。” I told him I wouldn't go. And walk to an empty bed. 就他跟他说他不去，下一步就是醒过来发现床是空的了。所以他的男人就去了，并没有说一定要带他去，他只是说他想去一个意大利以外的地方。OK, so I told him I wouldn't go and walk to an empty bed.醒来发现床空的 ，the soft Amalfi， 对不起，还是念成 Amalfi， 什么地方地名？所以这个地名跟后面这个地名 ，OK， Positano， 这两个地方都在意大利，所以他们现在其实本来在意大利，然后他的男人觉得意大利无聊，想换个地方，所以这个女人、哦、我只能 assume， 我先 assume 她是女人好了，所以这个作者。所以这个软软的 Amalfi light turned cold， 所以这个地方的光线灯突然间就变冷了。然后呢 ，waves smashed against the rocks， 然后这时候听到了海浪的这个波浪的声音，波浪打着石头的声音 ，smash against the rocks。为什么会有波浪？好了，因为这个地方是个海岸，好，所以我这边有找一下这个 Amalfi coast，
它是一个意大利的行政区，那它是在 Positano 里面的，所以总之这两个地名都在意大利。好，好，所以这边海岸就听到了浪潮声这样子。I follow him to this ancient place， 所以我就跟着他来到了摩洛哥这个地方。Now I'm alone because it wasn't Positano that he had grown tired of， 所以而现在我却变成是孤单的状态了，因为其实这个他的这个对象，这个男生所觉得已经感到厌倦的并不是 Positano， 所以他不再讲的是 Amalfi Coast， 所以他并不是对 Positano 感到厌倦，而是对我感到厌倦了。记不记得一首歌叫旅行的意义，所以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我觉得这首歌完完全全就是在讲这个故事，实在太屌了。 OK， 太屌了，想再念一次给你听。好，所以Marrakesh 这地名， Rosemary, Mint and Donkey Dong perfume the hot dry air. Hawkers croon siren songs as I meander crowded alleys, ignoring patterned baskets, sidestepping the slippery fabrics of women's jalabas, blah, blah, blah. Stopping once to run indifferent fingers over dye-soaked rocks. I came to Morocco against my will because he was bored with Italy, needed something less civilized, less European. I told him I wouldn't go and woke to an empty bed. The soft Amalfi light turned cold. Waves smashed against the rocks. I followed him to this ancient place. Now I'm alone because it wasn't Positano that he had grown tired of, but me. Okay, 他厌倦的不是意大利，厌倦的是我，所以自己一个人跑来这里了。好，我觉得写得很棒这个故事，希望你也喜欢。好，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